刚子，你这病啊，都是为我们服务累的。对，这呀就是我们一点心意。哎呀，说来就来吧，你说带那么多东西干啥呀？平常对咱们这么好，咱们也一直没个机会感谢你。这个东西啊，您今天一定要收下呀。东西我们真不能收，知道吧？真的不能收啊！东西你们都拿。哎呦，心意我们就。今儿这还挺热闹啊，这都来了呢。啊，顺风啊，是这样，我不是这两天感冒了吗？哦，街坊邻居过来看看我来。嗨，看什么看？没事儿，过两天他就好了。你还来了？你不做饭？那我们先走了，刚哥。啊，走了。您注意身体啊！注意身体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慢走啊，慢走。注意身体啊！行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家伙来这么多人，把我家给造乱了，都给。哎，你看你这个人，人家过来看我来了，你说你这样不好。我怎么好啊？我不就感个冒吗？这么大肆的宣传有意思吗？你看你这个人，我没宣传呢，没宣传这么多人，人街里邻坊都是自愿来的，人还带了好多吃的呢。哟，你看，我说媳妇儿啊，这样吧，回头把这些东西啊给人家送回去吧。啊，哎呀，都是吃的，你怎么往回送啊？哎呀，那这样吧。等过两天我好了以后啊，咱们回头到人家里看看人家去。对，我记住了。行，刚子，大伙儿来看你啊，这是对你工作的肯定。我真为你骄傲，你是咱全家的光荣。哎呀，哎，怎么他就是全家的光荣了？他光荣，我怎么办啊？问问大家伙儿，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那行，我跟你说，大姐啊。本来我大姐夫啊感冒了，我心情很愉悦。你说这话，你真把我气着了。我告诉你，行了，我还没吃饭呢。来，把这鸡蛋炒了，把这罐头打开。哎，钱顺风，这人家送给刚子的，你凭啥吃啊？哎，吃就吃吧，不差他这一口啊。行，吃吧。哎呦，我还不吃了呢。哎呦，你看你的表情，我还吃不起，我还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赵刚子，哎。你就是病了，哎，人大家伙来给你送点这个，哎，你说你这哎每一样超过100块钱了吗？哎，领导，顺风，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，不在于钱多少，啊、这是一份情谊。哎，这算什么情谊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没病，我要是病了，我的朋友来看我，档次绝对比你这高。行了，顺风，别吹了，行，你赶紧吃吧，刚子，我给你做面条了，可好吃。